欸，它有一个不是贴纸，它还有个感应线圈呢。它的线圈是在这一个，所以那个。那撕下来它会怎样？它就侦测不到那个，你是原厂滤芯的，会不会变滤网不能用？对，那是不要撕啊，不要管它哈。请安装正版滤芯。刚才撕掉一点点就有问题了，然后一样可以用啊，它就不会显示那个了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Auto 好，只是撕一点点竟然就可以了，不用整个撕下来。我是喵喵喵喵喵，它是妈妈，妈妈，它是喵喵。好，我是喵喵喵喵。好，今天来到玲玲开箱去，它制作的怎么没有包裹？等一下，再收一下。怎么都没有东西呀、啊？不是开箱去吗？好，这个是小米的，不知道。暂停。那我们就开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吧。我终于有拍到了，这一台大陆版的4400，台湾版的。好像是买4200左右吧。等一下，我要撕这个。双十一台湾版的，买3400。爸爸，等一下我要。特价3900，再500元折价券，所以就3400。好，这台是爸爸妈妈房间的，来走开。这台是你们房间的。那这一台嘞，爸爸房间的。爸爸仓库的。哇，这个滤网，可以这个。为什么？有没有好挤啊？把爸爸一台搬走。这个塑胶撕掉，对不对？面上面没有塑胶袋。对啊，上面没有。上面都没有装塑胶袋。会粘吗？会。我们有三的滤网要粘哦。哪里要插电啊？屁股要插电哦。嗯。你说屁股要插电？对，你去插姐姐屁股，快快点。屁股要插电。快，姐姐，你是人的插头哎，我要插。妹，不要太阳。充电桩。充电桩。我放屁股。是不是这个？好了，好，这一台是要放爸爸房间的，这一台是要放爸爸仓库的，这一台新的是要放我们房间的。我们房间。这上次有稍微清过，这忘记放多久了，这滤网就有点脏了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我上次用吸尘器吸过，还好、啊、还好，有点脏了。嗯，还真的耶。真的很脏啊！这个是旧的，这是新的，现在看得出来吗？太多。嗯，只是这上次我有一个礼拜前才吸过而已，我想说趁着这一次就全部换新的。办公室在哪里？爸爸仓库。爸爸仓库在哪里？那一间啊。小房间啊，不然呢？啊，爸爸的办公室在哪里？爸爸的办公室就是小房间啊。啊，爸爸仓库是在哪里？爸爸仓库也是小房间啊。可这样，爸爸不是只有两台了吗？一台啊，放爸爸仓库哎，你们说那间叫爸爸仓库的啊？我这滤网更脏了。这台更脏哦。一礼拜前都清过啦、啊。有没有都灰尘？哎，有。滤芯剩余零趴，扫描购买。可是呢，小气鬼呢，却绝对不会去购买这个的。滤芯换成另外一台滤芯会怎么样？啊，也是零趴。
换新的滤芯呢？它写几趴？哦，100%了。它会去算你这个滤芯，它会底下有这个 RFID 啊，它会去算你滤芯这个滤芯用多久了。但我想说两台调换的话，这家可以。那你如果把贴纸关起来，对对，所以外面就说不想要让它显示，人家就把这个贴纸撕下来就可以了，它就可以继续用了。滤芯剩余0%，哎，它有一个不是贴纸的，它还有个感应线圈呢。它的线圈是在这一个，所以那个那撕下来它会怎样？它就侦测不到那个你是原厂滤芯了。会不会变滤网不能用？对，那是不要试啊，不要管它好。请安装正版滤芯。刚才撕掉一点电就有问题了。然后一样可以用啊，它就不会显示那个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Auto 好。哎，其实只要撕掉一点电就显示那个了。不用整个拔掉，只是撕一点点竟然就可以了，不用整个撕下来。没有，请安装正版滤芯的放我仓库好了。它怎么不会跑其他画面呢 ？Auto 好。喜欢片就帮我按个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每天6点准都会出片哦。